很好笑啊。该小男生就小笨笨。你有休息吗？姐姐舍不得你看到你的爸爸。我看你眼睛。我看你眼睛。医生说要看眼睛有没有红红的。医生说先看眼睛有没有红，没有红红就没关系。啊，有红红的哎。怎么办？他今天早上都没有停哦，没有人家停啊。医生说看半小时要休息十分钟，你有休息吗？我刚刚有休息。怎么办？彤彤，你要开刀，眼睛要开刀了，怎么办？你会害怕吗？你会害怕吗？你会害怕？爸爸保护你，不会，要开刀一下下而已。一下下而已，好不好？一下下而已，这样切下去，切下去，眼睛挖出来，然后清一清，清一洗一洗洗一洗，然后再装回去。眼睛拿出来洗一洗洗一洗。再装回去就好了，就不会痛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雾雾的，看不太到？眼睛会痛痛的吗？会酸酸的吗？一姐，你来看好不好？你看他眼睛有没有红？对啊，红红的，超红。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吃豆豆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会跟医生讲说你有休息，那叫他不要开刀好不好？点药水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点药水就好了。那你要休息了，点药水要休息十分钟，可以吗？好。对，我有叫彤彤先休息的。看状况是吗？我先帮他点那个人工内衣，让他休息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再看情况怎么样。对啊，我是想说不要开刀了，小朋友那么小。好，对。医生说你要休息一下，就不用开刀了，好不好？乖，好，爸休息。姐姐，你要爸爸。爸有些东西给你们吃，你要爸爸。